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， 欢迎回到我频道。那我们今天呢来继续玩明星圈三，那我们再来继续吧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需要主要讲什么呢？像猫咪的事情吗？克里斯有没有话要说啊？克里斯没有，那我们先跟少主对话吧。哼，少主讲的是猫咪的事情。告诉你，经过细心的照顾之后，小猫一天比一天可爱了。这个上次其实我们看过了，对不对？看小猫在怀中一天天的长大，被它的信任依赖，你的生命像是连接在一起一样。其实真的，养宠物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感受啊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宠物呢？这么可爱生物还是第一次遇见，生物长得好笑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排一下行程吧。我们是要选择休息，然后拍它的唱片。要宣传吗？感觉不用了，不用宣传了。那我们是要主能休息，然后拍它的电视剧节目主持，超级忙碌的，感觉少主好像快要接不了那个电影了，太忙了。优格拍一下吗？这个优先拍完好了，这个先拍个三天，这个两天，这一天好，这个两天。我的和贝呢休息，然后这个拍五天，拍四天，这个拍两天吗？是拍三天。克里斯休息。然后拍这个，然后训练。那我看一下哦，广告公司换新通告了。可是呢，我感觉除了科斯以外，其他人不太能接广告啊，都没空。好嘛，先把这去看一下咯，我们就跟随这里，然后跟随这样子，都有跟随到。我们再去逛街，好，这样子吧。那我们就出发咯，我们先去看一下。那个什么，我们继续看追梦广告。有没有什么广告跟我们克里斯接一下？有吗？有耶，好，米克里斯接哦，因为他通告最少。机车优雅篇超适合他的，带有气质与华丽感的时尚男性。女性呢，何贝其实有点忙碌吧，沙水也是啊，又想让沙水呢先拍一下那个电影，想要拍好莱坞电影。第一次拍电影就跑去好莱坞，超级嚣张的。那么何贝呢有点忙碌啊，其实要接吗？可是何贝名气还不是非常高，可是我怕忙不过来啊。何贝先不要拍好了，我真想要忙不过来。对啊，你来不及。好，何贝先不要咯，因为我怕他拍不完。好，那离开咯。那我们今天去创意广告看，其实不知道看什么。如果说有可以当克里斯基的通告接一下了，没有的话呢，我们也没办法了。哇，克里斯跟纪翔啊，不纪翔，克里斯跟少主，最近和朱莉一起合作的感觉如何？这个朱莉做什么每次都在背后看我，她在暗恋我吗？这么好笑。金城武问我们的克里斯，最近和姚子琪一起合作的感觉如何？姚子琪身体很差吗？对戏的时候常常遇到他脸色突然发青，这么可怕。女性，哇，好像不行啊，好久不拍咯，没时间了。那我们走咯。跟随有事件吗？都没有啊。那我们去逛街，看能买一个鱼缸回来呢。想把鱼缸优先收集完毕，没有。好嘛，是提升饮料也不错啦，这个我们还蛮缺的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一样去逛街吗？好，我们去逛街好了。先把这种东西，鱼缸这个收集完毕再说。还是没有啊，那行。哇，又来了！金城武应该没认错吧？韩少有个角色不错，由袁绍伟来饰演，绝对是商业与艺术的最佳结合。可是我们看忙不过来了，我们少主。对啊，少主要忙不过来了，又想要接那个好莱坞的通告啊。我们考虑一下吧，真的很抱歉，档期忙不过来啊。怎么不参考看看呢？对不起，时间不够。好，我们就排一下行程喽。我们是阿水能休息，然后录音，
然后我们的少主呢休息，要休息吗？我感觉他快要领之人生了，这女朋友太乱了，这个三天，这个两天，这个两天，我们的河贝呢休息，然后这个拍五天，然后芒果，哦不对，芒果拍三天 ，QS 休息，好，这个拍一天，然后再来训练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星期呢，我们还要去大宇宙接那个通告，电视公司发行通告了，感觉我们太需要去了，那我们就各跟随喽。我们就前两天我们去看一下大宇宙，然后去买东西，在这边跟随一天，啊，这同步跟随好了，换一下，这里是双生情缘俏女孩，这边拍广告，交给同步跟随，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喽，啊，不对，没跟随到克雷斯。好，就跟随一天就好了，这样。然后我们礼物送一下，我们的性感香水呢送给少主好了。好，这你喜欢的我知道，这个也送给他了。然后魅惑口红是何贝喜欢的嘛，他就送给他。人气香水好像没人喜欢，就先留着咯。哦，这个还没送，细高跟绑带长靴。这个送给沙雪吗？好，这个送给他，谢谢你的礼物。哇，不喜欢啊。哇，浪费钱了，没关系。蓝宝石机械表呢，这个送给少主，嫌弃了，没有人喜欢巴黎的东西，怎么搞的？而且大家发现吗，刚刚少主说的是这个东西我有一堆了，这蓝宝石机械表还有一堆了。这么有钱，好吧，都没有特殊对话呀，都没有，而且很多都问过了。对啊，都问过了好像。那我问沙雪好了，你喜欢吃什么样小吃？来到这里之后有特别喜欢吃什么样小吃吗？这个蚵仔煎、蚵仔煎、蚵仔面线、米粉汤、臭豆腐，这些我和丽丽小姐去逛夜市时吃过小吃，这些小吃真的很美味哦，所以我必须更加努力控制自己，不能吃太多，以免影响到身材。如果你知道更美味的小吃，记得推荐给我。当然知道啦，盐酥鸡、炸鸡排、炸甜不辣，超好吃的。那我们出发咯，我们先出国去看一下通告。好嘛，预约咯，我们先帮我们沙雪预约一下，2100万，希望可以预约到。剧情什么？描述一群生活在纽约被人疏忽的阴暗角落中，关于小人物的故事，每个人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。好，帮沙雪接一下咯，希望可以。可以啊，沙雪好强哦，都没有拍过电影就可以接了，太强了。男主角呢，我要算一下我们的少主可不可以拍得完，我算一下，大家稍等一下。好，我刚刚算一下的时间上是可以的，可是呢不能失败，那可能偶尔要吃下灵芝。好，我们接咯，跟他拼了，应该可以拍完了，就是要辛苦一点，就是不能失败，如果说失败的话一定要读取。好，我们接吧。哇，我们少主就好了，拍片了，跟沙锤一起拍，超棒的。好，那我们走咯，那我们就回去吧。感觉巴黎的东西他们真的不太爱耶，巴黎的杀青一部广告。那我们今天一样去逛商店，哇，大堡礁海景刚来了，以闻名全球的大堡礁海景布置，澳洲的大堡礁知名度叫650。好，那我买咯。然后我们的眼影组也买一下，克里斯喜欢的眼影。好，那我回去吧。哇，失败了，少主才说不能失败的，怎么搞的啊？啊，真是啊，我们差一天都不行啊。对啊，我们差一天都不行啊。奇怪，少主你有很疲劳吗？他挖毒去了，就不行了。好，我回来了，那我怕少主呢他会太累，所以才失败，所以送他一瓶啤酒好了，来吧少主。好，我知道你喜欢，快喝了他吧。因为少主原本的疲劳呢是20%嘛，现在是14%，可以了吧？没那么弱吧？好，这样子，那我们出发喽。
好，那我刚去全球制片呢接晚通告了，我们去逛下维维安吧。其实我感觉呢，我们是要开始去找陆林芝了，有点忙碌了。提升饮料，去跟他一下吧，这个也不错。啊，成功了，终于。那我们去逛一下陆老爹吗？可是我们跟随，我们就不要去了。我们先下个星期再去，我们就先去逛商店，先把大辣椒买回来。哦，有了，太好了。好，去买一下，玫瑰之心也买一下。好，以后不用那么频繁的逛商店了。都没有失败吧？没有，这个不晚了，我怕我按不到。好，太好的成功了！哇，这个大宝胶带看到了吗？超好看的，超美的，提心吊胆。电影纽约，超通告。我们的钱呢，瞬间回到4600万了。创意广告陈查理，释放寂寞篇，你们的心灵沙雪。好，我看一下，180万。要接吗？那我们接一下好了，反正我们的唱片的通告是我们自己的嘛，可以延期。对啊，就感觉可以接一下呀。我们先交涉一次，考虑看看。要不是这是心灵沙雪的话，你连跟我谈的机会都没有。这么凶，我再往上加一些，你可别太龟毛。你也蛮龟毛的啊，陈长理。真是的，凶，害我有点不想接了。好，算了，我接一下吧。好啦，接受邀约啦，真是的，这么凶。那我们安排一下行程吧。哇，沙水已经去饥饿百分百了。我们的少主呢，来个休息，然后呢，超级忙碌的，来个灵芝之类吗？陆灵芝人生正式开始。好，我想一下哦，45%，可能还不需要吃灵芝哎。对啊，可能还不需要。可能吃别的就够了，是不是增加好感度？这个有3瓶，这个3瓶，好，不用灵芝咯，喝这饮料就够了。好，我们少主呢，先来拍吧，帮我们的主席先拍个2天，这个拍4天，这个先不能拍了，你这个一拍就要1个星期。好，我们先拍这几个国内通告，这个下星期再去。我们先把这几个拍完，因为他的那个纽约啊，其实。到10月25号到1月15号之间呢，你这个星期我算一下哦，10月25这个之后，1周、2周、3周、4周、5周、6周、7周，7周嘛，是不是？对，7周，7周1周是7天，去拍，其实来得及的，不用那么赶，不用那么说赶着去拍那个好莱坞的通告。好，那个等一下哦。合备休息，然后拍这两个，这个是拍个4天，这个拍3天。可以呢休息，然后拍这个，又快没通告了，然后再来肢体动作。那我们去大宇宙呢，帮克里斯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通告可以接吧，因为他也要一个通告嘛，都快拍完了。好，那我们一样跟随个几天，我们就跟随，我们还要去找陆灵芝，超忙碌的。好，这里跟随一下，我们调一下我们的。调下我们通告，提心吊胆，这样。好，这里跟随哦，然后这里跟随，都有跟随到就好了。那我们就找陆灵芝吧。啊，我们先对话，有特殊对话吗？没有。这鱼缸真好看啊！我的少主呢都讲过了，反正每个人对话都讲过了。他们安慰一下少主好了，看减少他的压力跟疲劳。这周的表现实在是太完美了。这周表现实在太完美了，连身为经纪人的我都忍不住要鼓掌叫好，全部超级拍马屁的。如果你安排一些简单的工作让我做，我每天的表现都会这么完美吧？还真敢说，自信上升，疲劳降低，太好了。好，我看一下我们少主，哇，这么好用哦，疲劳全部消失，太好用了吧？都不用喝东西了，其实讲话就够了，超棒的。好，那以后我们多个选项咯，如果说呢我们需要吃陆灵芝的时候呢，去给他讲的话会不会一下就减少了。是什么音乐界慕容和熙成绩亮眼，姚子琪倍感压力，新生代两强对决。好，你去对决吧，我们去找参加全球制片。有什么克斯可以接的吗？啊，听
能不够 ，Case 你怎么搞的？什么都不够？你身体有这么差吗？不是有在打西洋剑吗？真是的，又不能接了，这么烂哎！算了，哼。那我们去找陆老爹吧。这位客官女士，老爹，我是金城武啊，你忘了我吗？天哪，陆老爹，你到底喝了多少山药精力汤？还是你偷喝满洋了？原来是经纪人呢，真不好意思，最近塞外风沙太大，眼见沙子清都清不完，所以看不清楚你是谁。真的吗？别找借口了，哼，一定是山药汤喝太多了。没关系的，都是陆老爹，你眼睛还好吗？老爹老了，眼睛不行了，最近经过塞外，整片都朦朦胧胧的，这么严重。既然风沙大，朦朦胧胧是正常的，老爹怎么会说自己眼睛不行了？这你就不知道了，塞外原本除了几个蒙古包之外就没有其他东西了，可是我居然在朦胧中看到这古城，你说奇不奇怪？这么特别，什么古城啊？说不定真的有古城哦。不可能的，老爹在这边生活几十年了，从来没听过塞外有什么古城的，而且规模这么大的古城，那塞外这个地方也不是说能盖就能盖起来的，它还什么东西啊？难道是传说中的海市蜃楼吗？什么是海市蜃楼，老爹不清楚，我只知道我在这边活了几十年，从来没见过塞外有什么古城，这可真奇怪。老爹别担心，我相信你眼睛不会有问题的，一定是山药精力汤喝太多了，好骗我。好啦，所以什么古城啊，我们可以去逛吗？什么东西，先买一下。陆灵芝又不在家了，我们来个吗？陆灵芝你在家吗？陆灵芝来吧。啊，没有，山药精力汤陆老爹昨天喝剩的，我把这个买一下喽。百炼刚化为绕指柔，提到宝贝猫女儿，袁绍也不禁喜上眉梢。这么夸张？好，那么回去好了，我想看我们少主的剧情。我们居然去逛街吗？好，我们去逛街吧，看着买点小东西，去买点礼物，选叛逆口红之类的，想要选喜欢的。哦，有了，太好了，哥买一支。啊，我们是去牛制片看的，忘记了，算了。怎么了，严浩？你怎么了？这什么音乐啊？严浩，你看起来很疲惫，最近没睡好吗？的确，最近每天都睡不好。为什么？为了照顾小猫。少主做任何事情都只有三分钟热度，虽然他还是很喜欢小猫，工作回家之后常陪小猫玩，但真正照顾的工作都落在我头上。而且我超开心的，也乐在其中啊。所以最近有些心力交瘁。果然事情跟我想的一样，不管少伟决定什么，最后辛苦的还是你。没关系，是自己愿意的。你实在太宠他了，不会，应该的。我还微笑哎，感觉他超爱少主的。不过刚刚的配乐太好笑了吧？什么分红？今年沙雪好男好女300万，沙雪真的超会赚钱的。新专辑《柠檬 C 加水》。虽然我很想要接，可是感觉有点来不及耶，因为我们沙雪通告太满了，对吧？还是算了吧，小熊，对不起，我们好凶啊！咦，你居然连正眼都不瞧一下，算了，既然你这么拒人于千里之外，那我只好另外找合适人选啦。陈武，等一下来找我，好，我去找你的。那我们今天晚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这影片，如果喜欢，记得帮我一个赞、分享、留言，还有别忘记订阅，支持最新消息哦。感谢收看，拜拜。